我会帮你，你望住我，俾翻佢翻你哋。我真系好想知道入边发生咩事。只要揾到触发点，就可以将对方催眠。就系触发一个人被催眠嘅按钮。有人对某种颜色、声响、语句会起反应。有人对特定嘅音乐或者物件，我研究催眠嘅信念系为咗帮人，唔系为咗操纵人。 各位陪审员，你哋会同外界完全隔离，但最少都需要5票先至可以通过裁决。今次佢做陪审员，系我哋好彩。你要喺我手上将个平安翻嚟，听我指示去做。我要你用催眠操控陪审团。认为被告罪名成立嘅，请举手。 我认为大家都倾咗咁耐，系时候可以进行第二次嘅投票。3点前投林子莹有罪，1够钟，你个女就会俾人杀死。你伤害我个女，我就要你下半世都变得黑暗。